杨师傅，出菜太慢了，影响生意啊。哎呦，我是庄老板，合着您也看见了啊，这后厨就这么几块料，谁不是忙得四脚朝天的呀？想快容易啊，多少人呢？行，你说的这是个问题啊，你的建议我好好考虑。得嘞，那您慢慢考虑着。杨师傅，您这糖醋里脊这芡勾的太厚了，影响胃口啊。哎，不愧是名家子弟啊，今儿个到编排上我就不是了。那这么着，这盘菜不出了算我的，您再重新跟我们炒一个。你们也小心小心。不是你关火什么意思啊？撂挑子，叫板，还真没那意思。您说的对，我们手艺欠佳，等着您指点一二。杨师傅，算我嘴欠，算我嘴欠，行了吧？啊，我没这功夫，前面好多事儿等着我呢。别介啊，这老爷们话都说出来了，还能收回去？今儿个您要不露一手，兄弟们不服啊。是啊，拱火。我呢干厨子少说也十来年了，除了我师傅还真没人说过一个不准。今儿个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手艺不精，打我脸啊。您今儿要不拿出点真本事来，就这么走了，今后还有脸进这后厨？备菜，齐活，兄弟们，给我好生伺候。哎。尝尝，油，柠檬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，不服高人得死。那庄志斌不愧是庄大名厨的少爷，这盘菜做的地道。起菜。哎，慢着点，别滑倒了。哎。
哎呀，您甭坐了，甭坐了，甭坐了，甭坐了。哎呀，梁王刘母刘母，庄老弟是重出江湖，何喜可贺呀！说心里话，我们老哥几个就盼望着这一天。哎，这醉八仙，兴了庄了，好事儿啊！ 最起码隔三差五的，您到您馆子里头解解馋。没问题，老哥几个要是得意，这口醉八仙呢，我随时候。得，哎，老庄，哎，我们老哥几个老是惦记您这馆子重新装修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这老哥几个憋着弄个花篮舞的给您庆贺庆贺呢。等我定下日子来呀，我亲自把请柬送到各位手里，老哥几个一定得赏光啊！ 一准儿到，得嘞！你说三儿进厨房炒菜去了，没听错吧？杨师傅亲口跟我说的。今天啊，斌子去厨房催菜，然后闲着杨师傅那个糖醋里脊勾芡勾得太厚了，这一下可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，整个厨房都炸了，就跟志斌掰扯起来，拿话直接给志斌怼墙上了。 跟斌子说，你今天非得露一手，要不然以后就再也别进厨房了。斌子没辙呀，就只能炒了一盆糖醋里脊。他炒的怎么样啊？杨师傅说了，不管是色、香味、火候，还有口感，都是一等一的，不愧是咱们庄家出来的，就一个字，服。哎呦，我就说这三儿，天生就是一个当厨子的天才。是啊。 今天志斌这手啊，真的是给整个后厨都镇住了。我今天特别高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家老爷们儿这么有能耐。<笑>老爷子，高兴了吧？终于随着你的愿。嗯、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就这么设计的呀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是你呀，跟明镜似的。你别看这小子哭着喊着。 打死也不干伺候人的活儿，可你别忘了，他是我庄卫天的儿子，只要他一进饭馆，就不可能不碰灶台。就杨师傅那手艺，他哪看在眼里呀？跟厨房叫板那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我没想到来的这么早。嘿，爸，我跟你说，您真是老奸。 老谋深算，差点把老奸句话说出来。有一就有二啊，哈，慢慢来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给爸美的。爸，我是真是服了您了。您看，您把您的手艺都传给斌子，您要不也传我两手啊？你呀，以后还是跟你男人学去。得了，算我白说。